点样登记非足式医导？11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，登记后就可以使用非足式医导。有3种登记方法。第一种方法，下载非足式医导流动应用程式登记。记得要先安装咗至方便流动应用程式，并完成登记，先可以核实身份。第二种方法，适用于18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，就是直接到非足式医导登记，同步完成过关。最后第三种方法，去医导登记处登记。如果你选择第二或第三种方式登记，而日后想用二维码开启医导闸门，请记得在非足式医导流动应用程式启动二维码，只需要启动一次，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二维码极速过关了。21至17岁合资格香港居民，必须在一位父或母或合法监护人的同意之下登记，零接触更卫生，快啲登记啦！仲有另一条短片介绍非足式医导使用方法，记得睇埋啊！非足式医导引领未来新一步。